刚刚还非要杀我不可，现在却要活的，看来发生了一件让你改变主意的事情。我们谈谈吧，你没有谈判的筹码。既然你要活的，我的性命就是筹码。你想做什么？放了他，否则你就自尽。福特小姐，形势使然，不必逞强。放心。 只要他们想要活的，你们就有机会救我。回去告诉父亲，一定要整理好我的首饰，不要误了成亲的吉时。放了他，我跟你们走。你等我。 带走。 警长，警长！让开！让开！警长，警长，快醒醒！警长！ 醒了，你干嘛占我便宜？我哪有啊？你还笑？严肃点。我看你醒来了，开心还不行吗？